2003年以模特儿身份入行嘅傅嘉莉，啱啱开始拍剧嘅时候，就演技经常备受批评。但系最近喺剧集《包青天再起风云》里边，饰演汤晓晨一角嘅佢，无论系功夫同埋古装嘅扮相，都被网民大赞啦，而演技更加令人刮目相看添。据傅嘉莉嘅闺蜜就表示，傅嘉莉每次开剧前都会因应角色努力钻研。喺2015年拍《张宝仔》嘅时候，佢就专程去学骑马，学足一个月啦。旧年就为《包青天》饰演双扑手，弱质纤纤嘅佢就私下揾老友罗浩铭教佢打双扑。虽然剧集已经播放咗啦，但系为咗准备下一部电影同埋打上瘾嘅佢，日前就继续去到长沙湾秘密练兵啊！面对住骨瘦如柴嘅傅嘉莉，罗浩铭咧就冇半。点留手啦，将佢一次又一次咁样搭喺地下。幸好训练有素嘅佢，亦都能够将170磅嘅罗浩铭搭到摊摊腰啊！